惩恶当人。固若金汤。这种形式的迷宫确实是璃月特产。好稀罕的地方，要不是我们急着出去，倒是可以在这里欣赏欣赏风景了。这种转来转去的结构跟我们以前走过的一些仙人秘境有点像呢，难道这里也有仙人吗？
了筋斗。羽线难化。闲人勿扰。不对，怎么搞的？我们怎么回来了？这里是我们走过的地方。对，是起点。可我们没走错啊，刚才一路走的都是通往出口的路，没有往回。我也记得是这样。旅行者，你也确定没错对吧？奇怪。在道奇有种说法，商人晚上走夜路中了离妖的奸计，整晚都在同一个地方绕个不停，直到天亮还走不出去。不就是鬼打墙吗？我也知道哦。原来大家都知道，那就好办了。我现在认为我们就是遇到了这种怪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个帮手能驱邪，遇到这种情况就该叫他出来了。一斗这个鬼身边竟然有驱邪的伙伴，他心可真大呀。迟钝是老大过得好的资本吗？来吧，阿成。这就是咱们黄龙派编外成员阿丑。阿丑在向大家问好呢，你们叫他阿丑也行，丑哥也行。阿丑可擅长找路了，一会儿就让他带我们走。原来还有编外成员。我觉得不像靠谱的样子。谁知道。阿丑，去给兄弟们找条明路。不会吧？怎么了？阿丑说他沿路找遍了，根本没有出口。可我们既然能进来，没理由出不去啊。不行，我去看看。你们注意到了吗？起初我们以为自己是从上空掉下来的，那时头上还有高不见顶的出口，现在出口也消失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看来地下这些建筑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我四处检查一下。这里四处都是岩壁，会不会是我们记错了？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从这里掉下来的。喂，你是在害怕吗？我可没有那么胆小。阿丑也觉得你害怕了，没关系，害怕就说出来，我们保护你。愣着也不是办法，再找找路吧。阿忍，你陪着恩人。
我带旅行者和派蒙。好，大家都要注意安全。嗯，什么的，严重了，叫燕飞就行。伊斗先生不愧是帮派老大，很有领导力嘛。哪里哪里，你叫我伊斗就行。既然说好都是同伴，就该彼此照顾。派蒙，怕的话本大爷可以捂住你的眼睛。真的没有出口？我觉得这地方有问题。老大，你们那里怎么样？而且就在刚才，我余光好像瞥到几个人影，别是真闹鬼了吧？虽然现在气氛很不对劲，但我还是要说，伊斗，你自己不就是鬼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种忽闪忽闪，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。嗯，伊斗，其实你怕鬼吗？哎呀，被人家看出来了呢，老大。我哪有？你们不许乱说。嘿嘿，看你这样，我忽然不怕了。喂，放牛的，要是害怕的话，我可以捂着你的眼睛哦。看来我得找点别的事做了。放点盐，胡椒也来一点。对，烤井瓜很好吃，一会儿你也尝尝吧。嗯，有甜咸两种，你喜欢哪种？嗯，那就都试试好了。越是现在这种场合，越要稳定精神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可能藏着不方便让我和老大知道的秘密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会注意不让老大打扰你们讨论机密的。哇，居然在烤东西吃。燕飞小姐要来一点吗？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说起来跟爱人也是好久没见了。是啊，上回见面还是我在璃月念书的时候了，你来替我的老师带了一节课。代课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是有一年的冬天对吧？对，大家都说你讲课很有趣，这么说来应该叫你一声师姐才对。这个叫法真不错，我喜欢。没想到会跟师妹一起遇到这种意外，也算是缘分了。而且风格诙谐幽默，寓教于乐，很受学生欢迎哦。师妹真是过奖。几位都在啊？叶兰，我们分头找过了，这附近没有出口，你呢，有什么收获吗？没有。而且虽然我不想这么说，但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如果一直找不到路，我们也许会在地下待一段时间。我想也是。明白了。但世上不应存在只能进不能出的地下空间，这不合理。我会继续想办法。各位假如找到疑似出口的地方，也千万记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探索。喂喂，看你神情严肃，是要做什么吗？萧，对啊，你是不是想叫他来帮忙？好，试试看。没有回应，我还以为萧无论在哪儿都会赶过来呢。难道说就连萧都感觉不到我们的气息吗？不行，我要再去看一次，拿出我黄龙天下独尊一。老大，你干嘛那么严肃嘛？烤井瓜。啊？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就叫我在这烤井瓜？
听见没？阿丑都说你说的对。等等，阿丑，你又是帮哪边的？后勤是很重要的，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稳定的精神状态，才能应对未知。阿丑也知道这个道理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两个的，这就已经吃上了。等等，已经熟了，香倒是挺香的。好吧，那就先垫垫肚子再想办法。别把警官吃完了，也给我留两个。没想到我们会被困在这个地方，这下可真是难办了。就算我博学广文，那也是在律法领域之内，我可不懂什么越狱的知识。亏我还和老爹订过要快乐生活的契约呢。唉，至少我不能消沉，往好处想，能来新地方开开眼界，还能和旧友重逢，都是好事。嗯，对，好事。嗯，现在情况严峻，暂时找不到出口，要做好多待一段时间的心理准备。好在物资看起来还不缺，这支拼拼凑凑的队伍里也有善于应对危机的人，照顾好你们自己，剩下的我来想办法。